感謝主，為著 Michael， 感謝主。頭先真係我哋喺度拍曬手掌，好興奮啦。係啊，係教會出狀元，聖經裏面講噶嘛，一個肢體得榮耀，全個肢即係成個身體得榮耀。我哋頭先喺度好興奮，你拍多次，好開心。係啊，我哋我嗰日有次見到阿君啊，因為我。邊即係有呢啲啲咁開心嘅嘢咧，傳嚟傳去。Marco 未講見證嗰陣時，我已經聽到下噶啦嘛。咁有次響教會度見到阿君咧，即刻撲埋去恭喜佢啊！恭喜你，係啊，你係啊，你因為知道佢之前會擔心仔女啦。咁啊佢個仔啫。咁啊，我哋人人都會擔心好多嘅嘢，但係神響當中度咧會做奇妙嘅工作。唔單止 Marco， 我有份教佢 so happy 啦。教會裏面好多我想數算神嘅恩典，因為當我哋數算神嘅作為嘅時候咧，一路數，我哋一路見到更加多會發生嘅。我哋感謝主，我見到Thomas， 我就諗起佢以前耳仔聽得唔係幾好，聽覺有問題嘅時候，但神點醫治佢，叫 Thomas 可以做 PA。係啊，我哋又見到 Ryanna， 佢紅斑狼瘡得醫治。我已經將佢個見證講。最近講咗俾兩個人聽，神係做神蹟奇事嘅神，又見到教會裏面好多嘅婚姻有改變，婚姻越嚟越甜蜜嘅家庭有改變一個一個家庭咁樣信耶穌，所以我哋宣告咧，神嘅作為咧係越嚟越多、越嚟越大嘅係啊，當我哋去數算佢嘅時候咧，我嘅信心咧更加睇見神會做更多嘅事，神會繼續做，神響佢身上做醫治咧，響嗰個人身上都可以有醫治嘅 ，Amen， 哈利路亞，所以多謝主。我其實今日想分享一樣咧，一個啟示咧，響呢兩三年，依家都仲係改變緊我嘅，一個好一個啟示啦。咁啟示即係其實只不過係聖經嘅説話啫，有陣時係有啲好淺白嘅聖經説話，讀都讀過無數次，但係當嗰句説話入到去靈裡面成。仲要係 touch 咗、裂開咗裡面山根嘅時候咧，嗰句説話成為咗裡面，即係好似做咗我嚿肉咁樣。原來唔同嘅喎，即係好似 Rhema 咁樣啦。即係我哋讀聖經嘅時候，如果即係神嘅話語，成為真係突然間明啦，突然間嗰句説話變咗係一個生命喺裡面咧，係好大嘅改變嘅喎。咁我呢兩年經歷咗嘅嘢，我想同大家分享啦。我哋睇聖經先啦，可唔可以show PowerPoint 出嚟一齊讀？一句好簡單，一段好簡單嘅聖經《創世記》一章二十八至一章廿六至廿八節。原來好淺色嘅，希望 Zoom 或者 YouTube 睇得清楚啲啦。好，我哋一起读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叫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Amen。 是啊，咁呢段圣经hold 住得噶啦，睇唔到哦，啲 color 都唔系太睇到。hold 住睇住段圣经啦。呢度其实我哋睇下神本身，即系原文啦。我哋睇下原文嘅意思。神话咧照住我哋嘅形象，形象嘅意思咧其实系性情特质咁解啦。咁啊，樣式咧，佢嘅意思其實係功能或者能力咁解。再睇個神話做人，英文聖經咧直情話做 a man， 做一個男人出嚟個，咁梗係講緊亞當啦。咁但係原文 man 嘅意思咧，係講緊成個族類，整個講緊一個新嘅品種啊！嗰陣時做咗地上啊地上嘅物同埋動物啫嘛但係咧神話我要做一個新嘅品種出嚟，所以唔係一個人，係講緊人類係全部人。咁再簡單啲，再讀多次聖經，佢嘅意思其實係話咧三位一體嘅神，聖父、聖子、聖靈，佢哋講我哋咧要照住我哋嘅性情特質。按住我哋嘅功能能力去做人类出嚟，即系人人都可以。呢、这个神嘅能力咧，神嘅性情咧，系人人都有。信主唔信主，
以前亚当夏娃去到我哋依家呢代，每一个人都有神嘅性情特质，有神嘅能力喺我哋里面。好啦，咁叫做人类出嚟，做呢班人类出嚟，叫我哋做乜嘢呢？咁下低嗰两节圣经嘅字眼咧，管理啦、治理啦。我哋再睇下一个 PowerPoint， 管理治理，英文就叫 take dominion 啦。咁但係原文嘅意思咧，希伯来文好得意啊！希伯来文一个字咧，可以有好多个解释嘅。咁啊，佢其实包含咗咩字眼咧？治理啦、统治、掌握、征服、管理，拥有最高嘅权柄同埋领导，仲有其他字眼嘅。咁所以圣经我哋睇中文聖經啦，咁佢講管理，咁但係管理或者治理，咁但係我哋知道咧係包含住咁多意思。我今日主要講咧用帶領或者領導嘅字眼，但係我講親帶領都好啦，你大概都知道包含曬呢啲嘅意思啊。咁咧所以砌翻埋一齊，咁其實講緊乜嘢咧？再去 PowerPoint。今日想讲的呢，就是人人都被神呼召成为领导，人人都被神呼召成为领导。圣经其实好特别啦。OK， 呢句说话呢，其实我听了五六年，我在外面上堂呢上了五六年。可以停一停 PowerPoint， 因为之后应该去到很后段先再有 PowerPoint。咁啊，呢句説話咧，我喺上堂嗰度咧，我個牧師咧間唔時就講呢句説話出嚟。你哋人人都係被召成為領袖嘅，神召你哋成為領袖嘅，每個人都有領袖嘅特質。佢間唔時就會咁講。咁啊，聽都聽咗五六年啦。純粹心裏面覺得係啊，都好鼓勵啊。咁但係再聽下嘅時候入肉啲咧，入到去我裡面咧，我裡面有個反應出咗嚟，覺得好鼓勵啊！但係其實我唔想做領袖喎，咁點咧？咁人人都要做人，神做每一個都係領袖嚟嘅。咁但係咁我唔想做領袖，咁點咧？我真係開始去反思，去到甚至乎點咩叫意思叫人人都係領袖？因為佢唔係教呢一樣嘢，但係有時傾偈啊、鼓勵當中，佢成日講呢句説話出嚟，冇內容嘅。咁但係邊度嚟嘅咧？聖經係咁講嘅咩？點會人人都係領袖咧？咁個個係領袖，邊個跟咧？但我好中意跟人嘅嘛。你揾我幫你做嘢啊？如果你開間公司，你揾我幫你做嘢，你會好開心，你會好中意我，因為我好願意做，或者我會做得好 detail， 做得好好。我好中意支持人，或者好中意幫助人。但我唔中意帶領都唔係問題啫。我覺得咁點會人人都適合帶領，人人都神要我哋去做帶領嘅咧？咁呢個喺我裡面間唔時就盤旋下啦，呢五六年咁都係近呢兩年先至突然間明多少少去理解，並且神喺裡面做咗啲嘢。咁分享我自己裡面嘅生命先啦。我48歲啦，信咗主28年，做咗組長家長20年。在公司都是帶領，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歡做帶領。 你要知道一個人有那個身份但是不喜歡，其實很辛苦。即譬如我是女人，但我很憎做女人的，就 很痛苦。同樣帶領都是，我好像硬骨做，我自己感覺是硬骨做帶領，或者公司需要做帶領，但是我其實不 enjoy 的，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其實我記得我做了家長2年左右啦。開始裡面直情，我不知道做什麼，我即其實想耍走去，直情本撇啊，不知道做什麼，不做啊，即有什麼，我不知道做什麼好啊。直情在 Flora Dennis 面前講，我都不知道怎麼做，其實不懂做的，不懂做啊。如果你覺得我做得不好呢，你可以炒我的，講到明。他們高招的呢，就當然當看我不到，聽我不到了。咁系啊，咁就大家住一排，我就我都忍唔住啦。因为我个人都唔系咁，我个人都唔系本撇，我忍唔住都我勤力嘅，我忍唔住都要做啲嘢咁样啦。咁啊，索性系咯，并且知道做嘅都系为神做，唔系为
唔係 為人做，唔係做俾Flora Dennis 睇，我都係向神交帳嘅，忍唔住 都要做啦。咁好啦，由本撇去到 OK， 的起心肝做啦，盡我能力做，盡責啦，即係。咁但係最後尾發現先知道，盡責其實都唔係好好，其實都唔夠好啊，唔係即係唔應該就咁盡責。盡責係即係我唔識講，即係裡面有個有個責任感，好似就係做咗就係啦咁樣。但係神想我哋有嘅咧係更多，比盡責更好。第一陣會講。咁但係直至到我今次明白一個真理嘅時候咧，我裡面有啲嘢唔同咗喎。咁我想分享，因為我當我分享嘅時候，我覺得神會再做。當我分享嘅時候，人嘅心會打開，神會再做。因為我唔知道大家嘅情況係點樣，可能同我一樣啦。可能你已經係一個帶領嘅位置，無論喺工作、家庭、教會，但係你可能覺得好無做帶領做得好無力咧，可能覺得唔知點做又唔係好識做咧。攞屋企嚟講咧，譬如你已經係一家之主，但係外母話曬事嘅，或者係你一家之主，但係啲仔女惡過你嘅，咁啊好無力。係啊，咁又或者你係從來冇諗過自己喺一個帶領嘅位置，冇諗過自己可以即係帶到人啊，可能係因為你嘅背景啊、你嘅學業啊、或者係你嘅年紀啊，係我都80歲啦，帶咩帶啊咁，係啊，又或者係你唔係啊，我已經好開心做緊帶領啦，我由細到大都係帶領嚟㗎啦，行長、班長、社長我做曬，大個咗依家做老闆，樣樣都好順利，人人都聽我講嘢嘅，你可能係咁，但係今日想話你知咧，可能你心目中嘅領導同神所講嘅領導咧係兩回事嚟嘅喎，咁所以我哋 tune 一 tune， 我哋要常常同神咧對翻齊，睇留意原來神嘅 intention， 神本來嘅原創計劃，原創嘅 plan 係點樣咧？我哋同佢對翻齊。咁可以去 PowerPoint 嗰度。好，咁去翻頭先嗰度啦。人人都被召成為領導，係啦。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喎，再撳一撳啊，唔該。我好叻做咗 animation 出嚟。OK， 暫時咁得啦。多謝。人人都被召成为带领，咁带领啲咩咧？你要留意，原来唔系带领人，唔系管理人。头先睇翻创世纪嗰度咧，佢话咩啊？地上嘅物，海里面嘅鱼，意思系叫我哋管理带领资源，带领资源。另外一样嘢咧，揿多一下，唔该。系。再睇前少少創世記1:11嗰度講咧，神話咧要地上發草青草，結種子嘅果子，並且咧結果子嘅樹木咧各從其類，果子裡面包住核嘅都係種子咁嘅意思啦。咁其實唔係神做嘅嘢出嚟有種子咁簡單，神做每一樣嘢，包括人咧，都係有種子喺入邊嘅。嗰粒種子代表乜嘢咧？代表緊我哋嘅恩慈，神我哋唔係講緊屬靈恩賜，唔係講緊醫病趕鬼翻方言。我哋初信，我哋小朋友嘅時候，我哋喺媽媽肚裡面生出嚟嘅時候，唔會有屬靈恩賜噶嘛。純粹講緊恩賜，或者簡單啲嘅字眼就係才能啦、passion 啦。頭先Kevin 講分享聖經嘅時候有 passion 有熱情啦、你嘅夢想啦，呢啲係響其實係神擺喺我哋裏面嘅種子，我哋由細到大都有一啲嘢係我哋好中意做、好想做、好想見到成事嘅。有啲嘢令我哋好緊張、好興奮，有啲嘢令到我哋好嬲嘅、好不滿嘅。我想做好佢，想見呢件事。会改变的这个是摆在我们里面。神呢其实想我们在我们的恩赐的领域中呢做带领，这一句迟些会再解释一点。意思是呢我们的
係啦，神叫我哋咧係帶領管理資源，並且咧係管理好我哋自己嘅恩賜。咁好啦，點咁好啦，翻嚟呢度啦，個PowerPoint 暫時唔需要。咁但係個問題嚟啦，我哋解釋兩個問題先。點會人人都係嗰句咧？我開始喺度諗，點會人人都係做帶領嘅咧？仲要唔係帶人添？有咩可能嘅咧？聖經我都諗起聖經裡面好多地方都有人做帶領噶嘛。好啦，咁係同唔係啦？我哋要知道神本身嘅心意系点样，咁我哋睇下旧约咯。旧约里面咧，摩西带以色列人出红海啦，离开埃及。咁摩西都系带人噶噃。咁但系咧，要留意摩西个带咧，佢只系带住佢哋啫。咁一班人始终要人带住，或者数点下咁嗰啲。摩西系带住，并且咧佢去法老面前度为佢哋争取。咁所以摩西嘅角色，神叫摩西做嘅角色咧，其实系去服侍嗰班人。摩西嘅角色，即系佢虽然系要表达嗰、那个，要讲嗰、那个，要去为佢哋争取，但系实在神叫佢系去服侍嗰班人。咁去到士师年时代啦，其实都是一样，很多个士师，神每次呼召一个人做士师咧，都是叫他们为以色列人争取，话去保护他们，去到为他们打仗，同样都是服侍他们。咁咧，撒母耳係其中一個士师同埋先知啦，但系殊不知去到撒母耳嘅年代发生咩事啊？啲人开始。去到撒母耳面前，同佢講，以色列人講咧話，我哋想要個皇帝，好似人哋國家咁樣，但係撒母耳嚇親，佢話點會啊？你哋點會揀即係揀啲咁嘅嘢？你哋諗乜嘢㗎？你哋有神親自嚟帶領你哋，唔好得過其他人咩？但係佢哋仲要解釋。皇帝是怎样？皇帝呢会纳税，皇帝会收取你们的田地，会拿你的仔女去做仆人，一些着数都没有，你怎会想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但以色列人坚持，我们要跟人家国家一样，我们要有皇帝带领我们，厌弃神带领他们。那结果就给了皇帝他们，但是这里开始已经是完全扭曲了神带领的原意，神本身的心意，他们开始扭曲了，尤其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人家，即是外邦人的文化，他已经接受了，所以就算是被皇帝欺负，他们都照样觉得 OK 的，因为已经接受了，这个已经是咒诅，并且是扭曲了神的原意。那去到新约那里，新约的年代，即是耶稣出现的时候，背景已经是罗马帝国统治了希腊。那发生什么事呢？两个大的国家黏在一起呢，那呢就很醒了，那他们将取用希腊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知识啦、哲学啦，那希腊的哲学加上罗马的军事，再白一点说，就是希腊的头脑加上罗马人的暴力，那呢就世界无敌啦。那他们其实呢是conquer 了很多的地，欧洲很多的地，影响很大。那为什么说这里呢？因为原来其实还继续影响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出名的哲学家 Plato 和 Aristotle， 他们已经 form 了整个政权和带领的哲学，即是做带领应该的哲学应该是怎样的呢？什么人是适合做带领呢？扔落他们那些神明那些的论那里，那他们希腊人觉得边度嚟嘅咧？带领系边度嚟咧？系神拣选嘅，但系唔系我哋个神拣选，系佢哋啲神明，即系佢哋系多神论者嘛。佢哋嘅神明喺度倾完啦、拗完啦，咁啊，即系拣呢个拣嗰个，系响多人里面抽选几个特别嘅出嚟，嗰啲先至系带领。咁咧同神对比咧，神话边个系带领啊？每一个都是带领，是啊，咁系完全唔同嘅。咁但系佢哋咧，佢哋觉得咁神明拣啲咩人咧？边类型嘅人神明先会拣咧？外在条件啦，包括家庭背景，系要拣啲贵族出身啦，有钱家庭出身啦，有学问嘅家族出身啦，有外表啦，佢哋直情 set 好晒咧，好得意嘅 ，set 好晒咧系皮肤白啦，鼻尖，嘴唇薄。
藍眼同埋金髮嗰啲咧，就係、是、領袖嘅，簡直係領袖嘅表表姐啦，即係睇相咁樣。係邊種樣咧先至係做帶領嘅？咁啊，性格咧就係、是、外向啦，講好出眾啦，好識表達啦，好唔怕醜啦。呢一類嘅人咧先至係帶領嚟嘅。咁啊，但係神唔係咁樣睇喎，神係睇每個人都係。什麼性格，就算摩西不懂說話的都可以做領袖，每一個性格都可以做領袖，並且是不是外在的東西，是內裡的東西，是裡面的特質，裡面的恩賜。但我們看見希臘剛才說的希臘那些的哲學呢，其實繼續影響我們的。我們崇洋主義啊，可能近這幾十年才開始淡了，變成崇韓或者以前崇拜日本。但是我們想法很多時候都是跟他們一樣的，是某種人我們覺得是那些特別出眾的那些人才可以 做領袖。但是神完全不是這樣想，所以這個世界呢，由那時候由古時開始已經影響我們呢，他們覺得神明所選的小部分出眾的人呢是帶領，大部分呢，即是大部分呢是不能夠發聲的跟從者。大部分人即係領袖就可以講嘢啦，跟從嘅你就唔好講咁多嘢啦，跟就得啦，人講乜就照做啦。這個世界仍然係咁，好多時，係啊，或者覺得小部分人係可以成功嘅，但係大部分人咧都係過平俗嘅生活。但係神唔係咁樣講，神話咧係每個人都要成功，神想我哋，神唔係逼我哋要做啲好困難嘅嘢，但係神話神嘅心意係叫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喺我哋嘅恩賜裏面可以成功，可以發揮。但是我們留意到呢，新約的時間呢，門徒說的說話呢，其實都滲著那些的思想，或者那時候的文化呢都已經是 被影響著了。我們知道原來，實在我們神的心意是人人都應該是做帶領，只不過是我們見到周圍的文化由古時開始呢已經影響著我們，但這是神的心意，人人都做帶領。那什麼才叫帶領，什麼才是真正的帶領呢？那我們再看一下聖經馬太福音20:25-28，这个圣经之前呢，那段是讲的两个门徒的妈妈来到去找耶稣聊天，妈妈就哎耶稣，我两个仔你给个官他做啦，第时你得国的时候，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啦，你看着我老人家份上啦，我等我两个仔可以有些成就啊，大概讲这些说话。其他门徒嬲，门徒嬲是因为讲中了他们都想要的东西。所以在我阿妈今天去了买餸，不得闲，因为我都搬阿妈出来了，这么易就得。所以耶稣要坐，叫他们坐下来跟他们谈一谈，解释一下。但是因为那时候阿妈又是门徒，又是他们的心态都是被希腊那些思想影响着，觉得怎样才是带领呢，觉得小部分人是带领，所以要争下位。但是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了。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Amen Amen。 这个其实好像很新，我们有没有会不会记得我们初信的时候看读新约圣经读福音的时候呢，都会有些很突然，哇怎么哇怎么一边面被人打完还要 另一边被人打，怎么什么叫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怎么这么不同的，圣经讲那些哇很难做，这些是我们初信的时候常常都会讲的。但是这里都是耶稣教我们想做带领的应该是怎样呢，反而是服侍人的舍命的。哇好像很新，怎么
咁得意嘅，但系其实唔新啊。耶稣只不过话翻俾佢听，原本创造系点，原本神嘅心意系点，呢、这个本身就系神话带领嘅心意啊系点样嘅。所以咧唔，并且系唔单止系讲紧教会生活，我哋工作、我哋嘅社区啊、我哋生命嘅每一部分、我哋嘅家庭咧啊、做带领咧，我哋都系咁样做，同世界唔一样嘅。好，我哋再睇下一张，少少对比一下。所以在神眼里面呢，什么是好的带领，什么是不好的带领呢？不好的带领我们赖过讲算啦，操控啦，利用啦，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啦，最重要保住自己。極權高高在上，只有我講，冇你哋講，唔接受意見，唔接受人哋嘅提醒，只係係啊，我話曬事，踩低人啦，提升高自己，好在意有冇人讚啦，好在意啲員工或者人點嘅背後講自己乜嘢啦，好在意 Facebook 有幾多個人 like 自己啦，好在意係啊有幾多 followers 啦，不願意交棒，又不願意讓個位出嚟，並且用不同的方法去 hold 住自己一位，呢啲係世界的好好，我哋要講講可以講好耐啊，係啊，我老闆又係咁啊，我見嘅人都係咁樣啊，但係神點睇咧？神話好嘅。好的帶領咧，響去翻頭先我哋講嗰度咧，我哋要發掘管理去，並且掌握好我哋嘅恩賜。你叻啲乜嘢咧？你心裏面好為住啲咩嘢好興奮咧？我哋去發掘，去 expand， 去到發展我哋嘅恩賜，並且喺我哋恩賜嘅領域當中咧，去到帶領。即係意思每個人嘅恩賜都唔同，但係唔係去管人哋，係管好自己個恩賜。你個恩賜去發揮出嚟嘅時候咧，你就喺當中做 lead 住嗰一個。係啊，恩賜咧，並且恩賜係必定要嚟服侍人、造就社會嘅。即使係講緊你嘅工作、你嘅生意，都係要嚟服侍人嘅，唔係單單淨係袋錢入自己嘅袋。要有舍己嘅精神啦，唔使諗到咁偉大，耶穌嗰度講話舍命啊嘛，咁但係舍己精神只不過包括我願意擺幾多時間去關心人咧，或者實在真好嘅帶領咧，其實好唔想出名，又好唔想出位，想擺低自己，去係啊，願意成條籤都係被讚賞嘅，唔係淨係讚賞我一個，擺低自己呢啲已經係舍己嘅精神。特別是願意教導啦、傳俾下一代，甚至乎係諗住盡快甩身嘅。盡快甩身唔係唔使做，係盡快甩身去做第二飯。係好多時咧，神俾得你嘅恩賜咧，你做完一 part， 你又想再試第二 part， 又想再試第三 part。我記得咧，年頭嗰陣時咧，幫過年頭嗰陣時教咗個祈禱服侍嘅 class 啦。咁有一個姊妹跟我講，佢話：多謝你教我啊，我會咧索曬你啲功力嘅。咁我覺得，咦咁好笑嘅，咁但係我好開心喎。佢咁樣講，係啊，姊妹你記得你我你應該知道自己係邊個。我想話俾你聽咧，你未出力，我等你嚟索我啲功力。我願，並且我願意倒出嚟俾你啦，唔使你索。係啊，但係係好嘅，有人願意好想去領受咧，你好想快啲教曬俾佢，成套你啲招式、你啲秘密、你啲秘訣咧，教曬俾佢，去 empower 咧 ，enable， 幫人成功，好個心好願意幫人成功嘅，裡面冇比較啦，唔會嫉妒，並且咧係邊個成功咧，大家都好興奮嘅。頭先講我哋身體有一個肢體。有一個肢體得榮耀咧，整個身體都係得榮耀，好興奮嘅。係啊，同埋不斷去到會不斷發掘啦，發展新嘅恩賜，裡面不斷有嘢爆出嚟嘅。意思咧係真正得住，真正得著人生嘅目標。當你活到你人生目標出嚟嘅時候，你裡面有嘢，一定有嘢滾動，有嘢去搞動你，會唔同咗嘅。咁咧，好啦，咁去講到呢度解咗兩個問題啦。原來聖經講嘅帶領咧，同世界嗰個好唔同，並且咧神嘅心意係人人都應該做帶領嘅。
做帶領的心意思咧係咁樣嘅，咁嘅心態，咁嘅生命。OK， 咁但係咁人人做帶領都係嗰句，咁邊個帶邊個咧？咁人人做帶領係咪我做我嘅，你做你嘅？咁唔會撞埋一齊嘅咩？邊咁究竟最終有嘢要處理嘅時候？邊個聽邊個咧？定邊個管邊個咧？好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原來喺我哋每個人發揮自己嘅恩賜嘅領域嘅時候咧，我哋係要互相配合同埋互相順服。新約嗰度保羅書信嗰度講咗好多次，互相唔係去管邊個，即係呢個心態唔係我哋世界的心態，是用我們的思想去，是用我們的互相配搭，是當你我們願意互相尊重的時候，有愛有尊重和有溝通的時候，我們互相就搞得掂。神的心意是這樣，十二個門徒不是爭誰大，不是說我點你做事或者你要聽誰的話，而是一起十二個門徒一起去做的時候，有交代有溝通，彼此尊重，有愛在當中，就一定溝通到，一定搞得掂。因為好像聽落哇，有沒有那麼容易啊？但是這個神本身就是他，神本身就是那麼簡單，神本身就是他的 design 本身是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原來可以，譬如好像剛才敬拜隊好好，一個大敬拜，今天簡單一點，即沒有其他樂器。但如果一個大敬拜，彈琴那個覺得 我想俾人睇見我彈得幾叻，我越彈越快，或者我覺得呢首歌應該係唱快啲好聽啲嘅，咁佢一味越彈越快，快到大嗰個都基本上唱唔到嘅，咁何來一首歌咧？咁其實嗰首歌和咗噶咯喎，或者和音，我成日都覺得和音咧，其實可能唱得好聽過主音，即係唔係呢度啊，唔係頭先啦。但係我覺得和音嗰啲境界好高，係啊，嗰啲和聲啊，嗰啲係啊，嗰啲個聲音好高，可以唱到好和。好美麗，但如果和音覺得我想等人知道我唱得幾好，特登大聲過主音嘅，咁成首歌和曬，唔等於成功。所以係敬拜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大家都係唔係邊個帶邊個，但係咧砌埋一齊就係一首好好嘅歌。我哋每一個服侍或者我哋在教會又好，屋企又好，工作又好，可能覺得工作好難啫，因為出邊唔信耶穌嘅人或者好哇豺狼嚟嘅喎。但係我哋要相信咧，當我哋選擇用神嘅方法，用聖經跟從聖經嘅方法去做嘅時候，神會深刻改變我哋周圍嘅環境。總有同事可能想督我哋背脊啊，總有同事想爭可以如果promotion 嘅時候可以揀佢唔揀你啊，總有呢啲人。但係我哋嘅心，我哋唔係同人哋一齊用世界嘅方法鬥，我哋選擇用神嘅方法嘅時候咧，深刻神會提升我哋。呢個係我哋要相信嘅咯。咁最近嘅祈禱 team 咧都有唔同嘅，我哋教會有唔同嘅祈禱 team 啊，或者家聚嘅祈禱啊，最近啲靈受都好相似喎，想同大家分享。譬如我記得有人祈禱嘅時候，見到好多個齒輪啦，大大細細唔同嘅齒輪，但係每個齒輪要喐嘅時候都要扣埋一齊，嗰啲即係嗰啲齒一齊擁嚟擁去咧，先至喐到成個機器出嚟。又有人祈禱嘅時候咧，見到好多種唔同嘅車喎，有警車，有救护车，有巴士，有私家车，不同的车，不同的功能，一批批人有上有落这样去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又很配合的。又有人看见这班新的人，这一批人会愿意舍己的，摆低自己，很谦卑的去服侍，砌得埋，样样都砌得埋，样样都是很美好的。所以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当我们让我们是愿意为神去到求问神，神啊，我们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呢？自己的才能，自己的 passion， 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可能已经做紧出来，可能已经活紧出来，可能已经还是呕在里面，不知道，但是主动去试，再试多些，在工作又好，在教会又好，特别是在教会出面，因为是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在教会里面互相服侍，我们很想 在教会的出面你做到些什么呢？在你社区，在你自己的家族里面，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可以做什么呢？你主动尝试向你的家长分享啦，学习交代啦，接受家长的一些指引啦，
幫你代禱啊，同埋最緊要屬靈遮蓋。要知道咧，其實要知道你嘅家長咧，唔係去管你，又唔係去阻你。我哋想幫你成功。你分享嘅時候咧，我哋想同見到你有你成功，無論喺工作，你有新嘗試，或者咧，哦呢、這個恩賜突然間神感動我，我有嘅，我哋想幫你，或者你有啲啊，但係要配合生命各樣嘢喎，你係幫你喺神裏面幫你對一對齊。這個是很重要的，但是鼓勵大家嘗試。我又想分享我的去回我自己的生命裡面，其實是都是近這兩年才突然發掘恩賜出來。我想分享好像剛才 Marco 分享，其實小時候信耶穌挺好，他有發奮的機會。他剛才說Form 幾話 ？Form 3、4才開始讀書，覺得好似太遲啦，追唔到。但係後屘神俾佢追到，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咧，唔會太遲嘅。即係其實可能差唔多係上年我先突然間有啲嘢叮一叮醒我咧。咁即係所以47、48歲先至突然間係有明咗我裡面嘅恩賜，或者明咗神叫我係可以做帶領咧，我都覺得好遲。但係係啊，所以咧鼓勵大家，你咩年紀，你咩步伐咧？你依家生命係響咩位置咧？唔會太遲。我上年有人送了一本書，其實送了一本 sample 書給我，即是網上的書，只是3個 chapter 的，是說女人可以做帶領。我讀啦，並且即快讀，人家送給我而已，但是免費的東西我一定不抗拒，就快讀讀讀讀，但是很好好的，因為是講聖經裡面咧，解聖經點解保羅講呢啲説話，點解女人要蒙頭啊？點解女人唔好講説話？係咪咁嘅咧？一啲誤解咗嘅聖經咁，好快讀得，我從來未試過讀得咁快。咁咧但係裡面有把聲音問我點解咁快嘅？咁因為唔關我事咯，即係純粹讀咗佢就算啦。咁但係裡面又再問點解嘅？即係點解？好似問咗第三、第四次咧，我先突然間醒覺係神同我講説話。我静落嚟，哦，爸爸系你同我讲说话，你想讲咩啊？佢话佢问，点解会唔关你事嘅？我呆咗，跟住认真谂，唔关我事，因为我已经系带领啦，同埋我唔想再做多啲，做咗家长，仲要系啊，冇得走添。后屘先知道响敬拜会咁多年，后屘先知道冇得辞职嘅，又应该好似冇得退休嘅。咁咧就系啊，咁做咗家长够啦，我冇谂过再要做做多啲。咁但系里面好似明显神冇出声，但系我明显知道系即系佢撩起咗一啲嘢。点解你唔关你事咧？但那個聲音沒有走到，我答完他，即知道答了等於沒答了，我答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答案，那我不如問回神轉頭，試了這麼多次都知道，那就靜下來，爸爸，那是什麼問題呢？有什麼我需要處理呢？咁全部一聲神俾我睇見兩樣嘢喎，係我家庭背景咧，其實唔係好重男輕女嘅，咁但係一個冇講出嚟、冇做出嚟嘅嘢，但係成個家庭有個文化，我家族裡面有文化咧，係女人唔好出面啦，冇女人唔好企前邊啦，女人應該企後邊嘅，呢個係好我家的傳統嚟嘅，咁但係我好由細到大好接受喎，我覺得好應該係咁喎，所以咧我不嬲就算信耶穌，知道女人係可以做帶領，但我不嬲覺得弟兄雞行前㗎啦，即係最好睇我唔到添啊，行後啲，呢個係喺我裡面，我好接受咗，咁就所以就困咗我喺我裡面。第二樣嘢咧就係神話俾我睇見我媽咪，因為我細個好怕媽咪，或者好唔中意佢，因為佢好講嘢好大聲，同埋咧好中意講嘢。意思係我好愛媽咪嘅，但係係啊，純粹分享就講啦。佢好大聲啦，同埋好有陣時講説話不修邊幅，即係佢一諗起就講嘅。有陣時個場合咧係唔適合講嗰樣嘢，佢會講啦。嗰個場合嗰啲人佢唔應該咁樣講説話，佢照講，咁就好多尷尬啦，好
少少戥佢肉酸咁樣啦。嗯，同埋佢喺屋企裏面咧，好掌權，好大聲，好管理各樣嘢。喺我眼中，我睇見我屋企咧係媽咪掌權，唔係爸爸掌權，我都 feel 到係唔好嘅細個。嗯，咁所以咧，原來但係冇諗過呢一樣嘢咧，拎咗落去我裏面度成為我認住咧，女人嘅帶領就係咁，所以原來我係怕女人嘅帶領，覺得女人做帶領咧，即係大聲啊，啊中意講就講啊，或者操權啊，掌控啊，咁樣係我唔中意嘅。咁但係我選擇咧去壓制自己，原來一路喺度撳住自己，我唔想似媽咪，我唔想似媽咪，以致到咧我撳住自己，我唔中意表達啦，我唔中意俾意見啦，最好唔使我講説話啦，壓住咗。咁我突然間哦，神講俾我聽，我冇諗過係咁樣。咁啊，所以我原諒媽媽啦，原諒啲事情啦，原諒我家族裡面一個嘅文化係咁樣。咁咧，並且將呢啲咧呢啲嘅咒詛斬斷咗佢。咁突然間我 feel 到裡面咧有啲嘢斷咗喎。唔係好大嘅唔同，又唔係等於我突然間有啲好大嘅成就出咗嚟。但係咧，裡面突然間有啲嘢鬆咗咧，我感受到有新嘅自由喺我裡面，係我從來冇 feel 過。並且我留意到見到自己咧，係我唔抗拒做帶領。原來我以前我有個抗拒係我自己唔知道，到走咗嘅時候咧，我先發覺原來以前係有一個抗拒喺度。咁十日之後咧，我收到個電話咧，有人邀請我做喺嗰一個機構嗰度做一個帶領嘅位置。咁但係因為我時間俾唔到佢，所以我冇接受到。但係神好似話俾我聽，呢個係一個 confirmation 你已經通咗一啲嘢，純粹係俾我知道，所以邀請我做帶領，但係我其實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咧，我一路見到自己咧喺度忍唔住，我從來未試過咁有動力咧，去好主動啦，同埋裡面有不斷有 idea 彈出嚟，不斷去嘗試，不斷去繼續喐緊。之前係咁，依家都係咁樣喐緊，可以攞嚟。可以走去拍廣告，做講啲能量飲品廣告。我突然間有力量啦！我突然間咧，突然間成個人醒曬，突然間好似係有生命咁，可以後生廿年咁樣啊！真係，但係個感覺真係咁樣，所以想同大家分享。我可能大家已經係啊，我唔知道大家個情況係點啊。但係我哋想用啲祈禱時間去到咧，讓大家去到。接受神呢一個差派，呢一個嘅呢個呼召，本身就喺你裡面嘅，你應該係做帶領嘅。可唔可以播音樂啊？唔該。